近年来，为了应对高压的都市生活，保持健康健美的身体，白领中流行起了健康餐饮风，主打健康概念的餐厅迅速崛起，多为90后创业者经营。今天囧餐厅的三个90后来到了两个90后理工男开办的健康餐厅，决定体验90后创业者的一天。来，咱们都吃好吃。稍等，您是哪位？我们是上这儿帮忙来。那也不能这么进，还有换上工作服以后才能进出。行，好吧。还要换衣服呢。你看看这还困吗？还累吗？确实挺香的。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那你一会儿去煎肉，那你去做沙沙酱，待会儿你就帮他们俩打下手。开始了。好，小姐，你先洗西红柿。小白，给我拿一个盘子。盘子在哪儿啊？盘子在哪儿啊？我前两天拍猫粮，我把手指头给切了，少了一坨肉。那猫肯定爱吃，你们看过那个切豆腐吗？在手上切，然后呢，豆腐没事。对，不，手坏了。哎呦，200多了，好了，太好了。来，开始了，朋友们。麒麟，哎，我们已经够了。也尝尝我手艺，怎么样？这个会致癌的。这个不用吃，我觉得我这闻闻就癌症了，我这个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好吧，快走吧，咱们。哎呦，这是你们自己亲手做的吗？对啊。哇，你看，我觉得这个切的挺好的。既然有好东西，咱们就要分享。姐，你来这个，吃这个啊。来哥，你看你这比姐这大，你这个知道吧？我帮你分一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在你那个碗里分，是吧？你来一半，我来这一半。这可以吃，真不错啊。这饭可以。尝尝这小番茄。但为什么就这么点啊？不知道，工作餐。真不错啊，吃饭可以，我都吃完了。太快了，真是太快了！你们三个吃好了吗？好了，吃完了。您看这像吃好了吗？这个就我不管，马上客人有次订单，所以说要迅速的快去送。我刚开始吃，所以说不要吃了，指定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，没关系，我吃完了。好，不要吃了，哎，吃完了，一直在里面，太过分了，我这，走，时间紧迫。您好，哎，您好，那是您点的外卖吗？啊，对，您叫什么名字？丁雨前。丁雨前，对，就是丁先生的外卖。来，哦，您还在训练？那我一会儿再练会儿。不是，先生，您等等，您这每天都得是什么样的强度能练成这样啊？一天两练吧。你应该适合练的这个。想当年我在这个军校练这个的时候，这都在我们看来都是艺术体操。那是不行，您那你擅长啥？我擅别的呀，我们艺术体操不光练绳，还有球操啊。行，那我给你来个球的。我看你这能做吗？啊，动作是这样的，这个呢，我给它俗称叫烤全羊，因为它很像咱们在吃的那个烤全羊的东西。一个脚在你的这个瑜伽球上，然后旋转你的身体，停坐。我靠，很尴尬难度的话，伸腿。哇，我来一个，切，我也要烤馕。这行，到我台上了。把你的这个腿先蜷起，然后呢，转动你的身体。是这样吗？哎，对，你这烤架子不行啊，你这个烤架子跑偏。哎，你试试，我觉得你应该比他强。哎，他这个起始位置不错啊。哎，不错，有点位置，对，挺好。我发现你有一点比他强，什么呀？你嘴比他好。那个行，挺好。来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，我先走。哎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太累了，哥。怎么样，哥？你觉得这一天累吗？累肯定会有，但是有美食的补给，还是很舒服的。就是刚刚我们其实做了那么多东西，然后还挺辛苦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就刚大学毕业创业，然后到现在就是能做到这样的程度，已经非常棒了。对，好吧，那就庆祝咱们90后吃货小分队第一次行动。耶！